欢迎大家来到总统府。过去三年多，因为全国商店杰出店长的选拔，我看到的许多在我们连锁加盟业发光发热、非常杰出的人士。那么今天的每一位店长都是强将中的强将。那这项的选拔已经迈入第22届，我也要感谢台湾连锁及加盟协会的付出，透过这项连锁业奥斯卡奖的鼓励，那么业界的优秀人才，还有我们很多的同行，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的机会，让产业持续的进步发展。那么去年呢，来台的旅客人次再创新高，我们积极的推广观光，而台湾的便利的生活环境，常常让外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么这一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连锁加盟业有很大的功劳。那么像是各位店长所属的企业，涵盖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总是努力的推出更多元的服务，持续的提升服务的品质。也因为有连锁加盟业的带头，包括标准化的作业流程、创新的思维、许多经营管理的做法，都更融入了台湾的产业。那新的一年刚刚开始，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见面，看到各位都充满了热忱，那么认真打拼的样子，我真的非常的高兴。那我们连锁品牌有台湾人服务的温度与创意，那么我们要让连锁加盟业不只是在国内蓬勃的发展，政府也要继续的来协助，透过国际展会、媒合会等方式来协助我们企业找人脉、找舞台，让台湾连锁品牌可以拓展国际事业的版图。我要再一次的恭喜大家得奖，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一起打拼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